我非常高兴同苏丹陛下会面。去年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在泰国曼谷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晤。今天我们再次见到老朋友，老朋友相会啊，感到十分的亲切。中国和文莱传统友谊源远流长，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，也是相互信任、相互支持的好伙伴。建交30多年来呢，双方不断地深化政治互信，积极对接发展战略，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，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着良好的配合，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、互利双赢的典范，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。今年是中文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5周年，着眼未来啊，中方愿同文莱一道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得到新的发展，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，为两国人民啊带来更多的福祉。